看 ，smile smile， 看，看，看，看。妈妈，妈妈你好，干嘛？多拍多拍，笑一下 ，OK，OK，OK， 吃饭啦。看到你们这些学生也不过如此嘛，都站了半身腰了，我发现他们越来越高，脚都要穿破这个地板了。Smile, smile, smile. 啊，唐瑞加斯瑞，唐瑞，唐瑞。交易哎，唐瑞，为什么你们这么高？费瑞，费瑞，飞行员瑞，费瑞，唐费瑞，唐费瑞。表情包，我给我飞也没有，我交上没有？哎呀哎呀哎呀！唐老师，你可以稳住吗？你卡着干嘛？抓住！在哪儿？哎，抓在手里啊！在哪儿？小六，你猜呢？我天哪！在那儿啊，那个绿。嗨，去哪了？长得像那个哇，长得像那个旅行青蛙一样，好像变色龙小跳蛙。说明他真的是谁家的青蛙是爱旅行青蛙小时候就这样，好可爱啊！就他抓到了宠物小精灵，宝可梦 get 到的噻。哥，哦，귀엽다귀여워여기까지오는거야이독있는거아니야두꺼비아니야두꺼비아왠지손이아프더라씨好想摸摸可是不敢想摸摸感受一下飞走会跑走那个青蛙是皮什么软的软的有弹性的很不错它的宠物咋了咋了？他的宠物。这个样子啊，我怎么不行？好可爱！上个毛线，我这辈子不玩游泳青蛙了。哈哈哈！蜻蜓害怕。你为什么连蜻蜓都怕？哪有蜻蜓？但蜻蜓撞到头很痛哎。哦，但我不要头。骑车，我是骑自行车，蜻蜓撞到我头，主要掉下来了，掉我脸上，太简直了。Take it again. Okay. We'll be right back.
是很大哎，你。张鹏，你我不是张鹏，哎呦，张鹏，我不见你，看不见你，喜欢你，好友谊，你快跑啊！人类在这里捉迷藏。等会儿神七要在一块空旷的草地上面捉迷藏。你都感觉不它是个活的东西。我要放走了。我刚才摸了青蛙呢。青蛙是原来有。准备。Ready go。跑起来！你穿的校服是这么跑的吗？日剧跑。你先一会儿落地面前面有事，或者你别下来吧，你双手撑着上吧。哎呀 ，What can I do？我挖了一个洞，太咸了。
喝吗？嗯，柯南味，柯南味。觊觎人家的狗，对，想去上一下一个，太可爱。刚刚有一只，有一只像腊肠一样的狗，就是这么一点点，拍下来了。不用钱，我已经这样温暖了很多人的心灵和身体。Thank you.
伞，胳膊伞，姐姐伞我。哎，对对对对对。你在干嘛？我在保护我方刘海，因为我的刘海容易塌，而且这里的风儿非常喧嚣。现在没有风了耶。有，你看，你看，这吹起的就是风，把我的头发给吹起来。牙红的嘞。要不要来我的伞下躲躲？要不要来我的伞下躲躲躲躲躲？抓！耶、yeah, ，下班了。看上去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因为我的脚有点疼。这双鞋不合脚吗？我脚太小了。对，当心。往哪走来着？就这儿了。我比较弄气。嗨。嗨。可以看看其他地方。唱起你那天那首歌呀，微信里的哥哥，来就这里吧，帮你给我帮你微信里的哥哥，这就是我微信的下巴，这就是我微信的，这是我微信的下巴，这可以啊。好的，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来你们俩先走，大通公园，不然一起玩会儿啊。我们俩在刘海岛来的路程中就被吹得真的不行了，他的三斤发胶都在。再见，妹妹。走啦！再见，哥哥。再见，哥哥。再见，哥哥。好大的风啊！这个风能怎么办？一下就吹明天见啊！还有没有感觉就是
东西好贵哦，但毕竟吃了很多，很喜欢，就很喜欢嘛。下次可以希望去什么大阪啊、东京啊别的地方，然后去环球影城。今天又瘦了，今天经过今天这一招，我感觉自己又瘦了很多，还想再买一个硬币，一个不吃。因为太冷了，然后风很大，然后还会把小头吹起来，然后还会把刘海吹飞。哎呀，就是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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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开心。